管想不想要事业顺利或是什么顺利，反正就是希望健康很重要，这样。健康真的不错。对啊。是去年有生病吗？没有哎、欸，可是看到很多朋友或是亲戚都生病嘛，所以就会比较感慨。有开始。就是比较养生之类的。我其实本来这两三年就比较养生一点。是有什么养生的秘诀？没有啊，就是运动啊，然后少吃不好的东西。我的养生比较粗糙啦，没有到就是养生餐或是一些什么有的没的，没有到那么严重。嗯，对啊。嗯，过年有没有大吃哦？没有哎、欸，我过年正常吃哎、欸。嗯，没有吃太多年菜，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像大鱼大肉，但是我现在碰到比较少，就是家人好像很少是用到很夸张的年菜、嗯，现在大家吃的都比较随性、嗯、简单，对啊，嗯，还好，应该没有开工量体重的困扰。有量吗？以前会，以前我们开工要量三围跟体重，对，就检视谁偷偷变胖。对，公司对我们很严格。这个现在不用了，现在已经资深就不用背了。资深就不用了，资深就如果收到这个简讯，就会说你确定你是传给我？对，是不是发错？资深就不用背了。发脾气。那现在的菜鸟还是要吗？应该要吧，他们等一下要不要讲？对，要。对，然后会发简讯，督促他们一下。那步骤是怎么样？可以讲。他们就是说开工后会做一个量身。对，真的就是量三围跟体重，这压力会很大嘛？就是开工之前，压力很大，而且腰围多少会胖。对，如果变胖太多，就是会念，会被念，会被念。对，那就说该怎么办？就是临时抱佛脚，前几天不吃，就开工的前一两天开始绝食。对。真的，以前好像会，以前会、啊，因为真的自己也会怕、啊，自己也怕看那个体重，嗯、对啊，有的就胖到很夸张，被骂的，有真的就是吃过完年之后就是变真的变胖，然后也被羞辱，吹气那样，被羞辱，对，被羞辱。我们好像都还好，我们其实算克制的人，对，可能有对有看过别人，有看过学妹被念啦。我有看过学妹哭的、欸，但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被虐，还是她自己很难过。是她量身完哭吗？对，量身的时候。还是被那个拜拜淹死。跳的数字啦。对，可能被虐，不知道哎、欸。那真的不合格，会胖太多会怎么样啊？没有，其实胖太多是你的事啊，他只是告诉你、就是、身材走样。对啊，因为接不到工作，其实是你的责任，对啊。那现在过年就。都放胆的吃吗？还是会克制？就是尽管不用量。我没有克制哎、欸，我吃东西一向不太克制。平常也没有。对对，平常就像过年。今年有量体重吗？自己？我其实有一阵子没量，而且好紧张，然后体重计还搬过来。应该不会，因为他都有在运动，所以对我有在运动啊。是啊。过年的时候我也有运动。嗯。你心情刚好过年夜饭是怎么？我就是跟家人吃啊，很正常。拜年，其实我家比较没有很传统的那种拜年哎、欸，就只是没有哎、欸，我今年就是很暗淡的在台北过年，因为平常不是都会出国干嘛的吗？今年就没有啊。有没有出去走村什么的？今年都没有哎、欸。为什么要过一个暗淡的年？老了，就还好。那每天在家做什么？每天在家追剧啊，或什么之类的。看新闻啊。看《浩然传》。有追剧吗？追有也有追剧。最近有什么好看？就一样那几部古董，《浩然传》，然后玩电动。玩游戏。玩游戏，看新闻。没了，有做菜，没有去买刮刮乐或彩券。有啊，你知道那多恐怖？我买一张1000的，然后先中个500，然后500中了3次，因为500中到我都拿去再换一张500的嘛。500这件事情就中了3次，500换500又中500，对，又中500，要再去换500，然后换500之后换成100的，然后最后100的没了。所以这一局到底是到赚多少？没有啊，就没有啊，就一直玩一转到最后没赚。对啊。
过年期间都有玩刮刮乐。有，没有偏财的？有人有中吗？我有中。你中多少？我没有，我花200的中2500。啊、然后一张2000那个2000万大红包那个，不是有宾士车那个，我买一张，然后中5000。哇！所以最高中到5000，最高5000，然后大乐透，大乐透有中3个号码，虽然才400，可是第一次中大乐透，蛮厉害的耶！第一次中大乐透，对，就还蛮开心。等结算是多少？头就是7500，7000我在家扣掉成本，加7900。对，扣掉成本，7900，还要扣掉成本，要扣掉成本啊！成本就是2400，5000要扣，5000要扣最好像是20%，还有你说扣税吗？不是啊，真的，真的，2000名义税，原来有这件事哦，因为没有中过那么多，不知道没有买过，没有中过，我5000的还没好像拿3800多回来。哦，这么久，三九三九三九，我记得没有，所以觉得今年是还没完成那个7500折拿3980，没有他刚刚先把他的继续玩下去，那个有啊，我真的没有今年那么那个，我然后大乐透也是第一次中，我之前完全一个号码都没中过，就很开心。然后他们说还可以持续，就是你有这个运的时候还可以再刮这样。好，要玩到可能。今天是初六日，晚上要初十吧。所以有中了之后，就想要这样继续刮下去。他们秘诀是说，你可以买一张小的，然后有中之后，就拿那个中的金额再去玩下去，就比较可能会中。所以我顺序错了，因为我是先玩大的啦。哦，越买越小。对，要先看你有没有那个亏。哦，但是我有抓娃娃，抓中大概11只，花了多少钱？花了大概快1000块。老板脸都碎了吗？哎，那这样蛮好，对啊，一只这样算很多哎。对啊，因为我昨天有朋友花1000块只抓到1只还2只哎。你很会抓娃娃，对啊，抓娃娃。对。炫耀这干嘛？对，奇怪。所以娃娃现在干嘛送的？送亲戚的小孩啊，正好。对，正好可以给小孩让他们开心，然后不要靠近我。那现在过年有去哪里玩？嗯，都待在高雄，都待在高雄。对对对，因为最后一个过年待在台湾，所以要好好的待好待满。嗯，因为就是要家人，要人气人气。今年可能要去新加坡过，新加坡定居。嗯，我们在新加坡太多。耶耶，恭喜恭喜！那你年假去新加坡之后还会？会回来。啊，我们还有其他问题吗？不然我们下一个。不会被催婚哦。你说真的没有人敢催我，因为我脾气也不是太好，就是尽量不要问我。就是过年亲戚不都很会问？啊？亲戚不都很爱问？长辈很爱问。我觉得我的亲戚就是还都了解你的脾气，都对了，都大概了解我的个性。不会问哎、欸，对啊，是过年都我自己下厨做菜，有什么拿手菜可以分享？我今年有做脆皮烧肉，脆皮烧对，很费工的那种。你说像烧腊店那？对对对对对，脆皮烧肉，有做那个。那新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，你今年有没有新计划或者是什么展望？今年就是。其实我今年会自己做品牌，就是牛仔裤的，已经在做了，大概夏天会有。然后今年也会有戏剧在谈，对，今年就会尝试做一些平常没有做的事情。嗯，那我们这边请到，谢谢。谢谢。